欲言又止的我，有些话还没说，而你又在笑什么？是不是懂了？假装无动于衷，替你收拾难过，又怕有些话捅破，我突然自穷。你讲着梦的情节，紧张到哭红双眼，思念如同候鸟等待季节，飞多久才能相互察觉？你就像是夏夜，我是星空点点，陪着你才能闪烁，直到不可或缺。故意装你的肩，听你责备瞬间，在乎的感觉竟然那么甜。欢迎大家来到全国射箭锦标赛的赛场上，这里云集了全国最强的射箭运动员。现在即将开始第一场所有选手的排位赛，请大家拭目以待他们的精彩表现。你的目标不是白信和黄信，而是一个准确无误的动作。忘掉胜负，忘掉结果，找到最正确的感觉，去完成一次最完美的杀放就可以了。忘掉过去，从零开始。学打得怎么样？哎呀，你别吵我，我都快数不清了。你要讲上去看看，他比较懂。好，许芳今天状态不太对啊。慢慢来嘛，才刚开始吧。刚到小安，
我就知道，排位赛过后，你也会在射箭场训练到这么晚。你怎么把放放接来了呀？啊，放放，你是不是来给我加油了？他就是来给你加油打气的。你可不知道，我为了把这家伙托运过来，费了多大劲儿。我今天啊，勉强拿到决赛资格，但成绩还是不理想。如果再不好好训练的话，恐怕……如果你进了国家队啊，那你就要备战下一届世界锦标赛了。如果你锦标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那你就有资格去2020年东京奥运会。这样的话，你就要在国家队待3年。算上在国外我等你的那一年，我就要等你4年了。咱们俩一共才认识了16年，我就要等你4年，那你还不如不去呢。不过呢，我们都是能活100岁的人，那这样的话，4年以后我就28了，我们还有72年，这样看4年也不算太久。你可真会吓人啊。我还没说完呢，如果你将来还是这么厉害，那我怀孕的时候你在国家队，我生孩子的时候你在国家队，我坐月子的时候啊你还在国家队。这可不行，我怀孕的时候你必须在我身边照顾我，就像伺候你爸爸那样伺候。你见到过我伺候我爸爸？当然见过啊，你给我洗衣做饭，在我大肚子的时候弯不下腰你还给我洗脚啊，你还冲着我摇尾巴。加油，无论怎么样我都会在你身边支持你。我想休息一下。你看放放也休息了，那你陪陪我们两个。我会永远陪着你们俩。今天将要进行的是全国射箭锦标赛个人淘汰赛。来的冠军家属淡定啊，淡定淡定，冠军家属射箭比赛文明观赛好不好？亏你自己还是射箭运动员。说吧，他没问题啊。漂亮，又一个。今天雪芳状态回来了，可以啊。我就说方哥肯定是后发制人吧。哇哇！实话，保持下一定能进决赛的。许芳，我兄弟，以前啊，我们经常在一起。干啥呢？激动了。
第一很稳哎，那个还可以。事儿很正常，这个在我们专业角度上来讲，没有百分之百都是谎，下一个他肯定是谎。我跟你说，这比赛最重要的就是你信。哎，让。这届新人真不错，都能进决赛。他不懂这个，你多跟他说说啊。来这边，这边。经过即将将近的淘汰赛，本届全国锦标赛决出的最后两位选手将进入本届比赛的金牌对决，他们就是荣成队许放和海城队丁一。今天的冠军奖杯将会由谁捧起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糟了，起风了，这风这么大肯定会影响成绩的。好，看比赛，看比赛。这么大的雨，肯定影响成绩了。
追箭同环，许放射出了追箭同环，他用完美的一箭证明了自己，夺得了冠军。本届全国射箭锦标赛的冠军是许放。终于做到了。我思来想去啊，许放今天那剑也太帅了。哎，真有点我当年的影子。媳妇儿，你了解我啊？嗯。就有点我当年的影子。嗯，吃东西吧啊，来。不是你没见着，不要送。对呀，够了够了。哎，叹啥气呀？我就觉得许放不在没意思呗。没事，来，咱们走一个，庆祝许放夺冠。嗯，祝放哥夺冠。庆祝许放夺冠，也得祝贺一下。未来的冠军夫人呀。对呀、啊、嫂子干杯。对了，还得有第二杯，这第二杯呢要庆祝我们能在北京重聚。嗯，这个好，干杯。干杯。最后一杯你提。这么突然？那就祝我们友谊的小船升级为铁打的巨轮，怎么样？这个好，这个必须喝。来来来，干杯！哎，嗯，没了，吃一会儿吧。你也吃。你先吃，我给你包。我这个还没吃完呢。吃啊，我给你包着，留个单子。这可不是给你的啊。哎呀，自己吧。我也要。我要。你别去。这真是年头长了，你看看人家都恩爱。哎，师姐啊，林夕耿同学这一年表现的还不错吧？他何止是不错，要是没有他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一年都没你俩消息，我还以为你出国上学去了呢。你说你 GPA 那么高，出国上学肯定没问题的。我再等一等。等什么呀？等一个人长大。哎，你说这学霸就是学霸哈，留过级，休过学，还是学霸。嗯，你知道就好。嗯，来弟弟，哥哥敬你一杯。来，哎，月月，我敬你。咱们一起吧，来，来一起。来，站住去吧。哎，我还有个提议啊，嗯，让未来的冠军夫人呢给我们说两句吧，谈一谈你跟许放的恋爱经历啊。对呀、啊，姐，你跟放哥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还不知道呢。这一年，谢谢大家对许放的支持。哇，嫂子，你这个就太官方了吧？坐下，重来。那严肃点，我也想说几句真心话。我这段时间经常想起曾经的自己，曾经的那些时光，曾经我们有过欢笑，有过泪水，有过期望，也有过失望。有过相聚，
有过别离。但是，不论我们经历了什么磨难，我们都没有忘记初心。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！我想，这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。当我们都老了，一定也会感谢那个曾经那么那么努力的自己。我觉得吧，这人生啊，就像是射箭，只要撒了放，就没有回头箭。所以，我们要努力向前，努力奋斗，努力成为那个最好的自己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遇到全世界最好的你们。来，敬全世界最好的你们。来，干杯！这突然这一下，有点不适应啊。喂，你结束了？你在哪儿了？给扩音，给扩音。我们在吃烤鸭。故意馋我吧？明知道我这几天不能在外边吃饭。没事，我可以替你多吃点了。想你了。兄弟，还有这一手吗？嗯，我也是啊。等你结婚饭。过几天带你见个人。谁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在老家。嗯，行，没问题，正好过两天也要回去的。记得穿的正式一点，然后把我送给你那个黑盒子带上。感情你那盒子不是让我打开啊，你要送给别人，要不然呢？爸，你是不是一天不气我就难受？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交代你的事情别忘了啊，拜拜。见什么人啊？怎么还神神秘秘的？我说，这是有情况啊。赶紧吃你的饭。哎呀，那就既然许芳不在，那我们干一杯。哇，蒋正勋，你这是什么情况？你去看这杯你就知道我什么料。行，干了。我们早都干了。嗨，真是。哎，蒋正勋，走起来。蒋正勋干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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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蒋正勋干了。可以可以，哎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上点儿。你这折腾什么呢？你说我是穿这件，还有穿这件，都行啊，反正你别穿我衣服就行。哎，穿这个吧，这显得你文静一点。那你说他到底是他带我去见谁啊？是他爷爷吗？我哪知道呀，反正你装的乖一点，稳重一点呗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出去吧，我要换衣服了啊！那不用我忙我。没有了。哎。
你怎么还这么慢啊？愣着干嘛呢？没事，我只是突然想到小时候咱们俩在这儿相互斗法，感觉就像是昨天一样。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吧？带了。上车。去哪儿啊？问这么多干嘛？记在这里吧。嗯，但我们很久都没上去过了。想上去吗？可是有保安。怎么还是他呀？走。绕了一圈，我们又回来了，还在一起了。嗯，只是今天对你来说可能是最特别的一天。特别？李林石，晨晨，爷都来了，人强吧？哎，我说你带那盒子带了吗？啊？小黑盒子带了，拿过来。啊，你终于想通了，你要告诉我密码了是不是？嗯。当然不可能。你猜，可以场外求助啊。哎，我想想啊，那个520，这四位数。四位，我14。1314。也试过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是你的终身代号9527。于鹏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咋啥都知道？改天说。哎，诗诗，2046，怎么可能是这么蠢的？哎，姐，你 QQ 号 QQ 密码试了吗 ？QQ 签名，就之前那个，特非主流的那个，你以前总跟我炫耀说你的名字像数字读音，林是零，七是七，池是十，0710。开了！开了！这你都记得？还是得了解。那当然。旭芳，你真是一点也不了解我，这大小一看我就带不了。这不是给你准备的，是给我自己准备的。
是谁帮你收藏？走过村丛兵荒马乱年少。林夕石，你收了我吗？当时心跳交出我的手放在你心上。不同的生命有了相同坐标，在最黑暗的世界里彼此成为彼此的亮光。失而复得所有拥抱让青春都不忘，枯萎的花再次绽放都更甜美芬芳。流浪过人海人潮欣赏过寂静月光，才会懂珍惜什么才最重要。沉默回望追溯时光让青春都不忘，错过错的才能抵达最后永恒远方。那些年里两个人曾错过的美好，终于变成此刻的幸福对我们回报。欣赏过寂静月光才会懂珍惜什么才最重要，沉默回望追溯时光让青春都不忘，错过错的才能。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，真正又美又好的感情大多都在不懂事的时候就发生了，好福气就是在成年之后还能和当初最重要的人在一起，就像是和小时候的自己手拉着手从未分离。非得走我们两个中间。慢点慢点。哎，芳芳去那边。芳芳芳芳怎么了？是不是又饿了？嗯。芳芳，别跑太远啊！他一会儿会自己回来的。来吧，想吃什么？想吃这个？不是这个。我知道你想吃什么。是不是这个？嗯。许芳，嗯，你说我是不是虚构出来的？我在想，我们究竟是虚构出来的，还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？有没有可能，我们就像是活在电视剧里？都是编剧编的。会不会杀青了以后你就不爱我了，就会离开我了？
你怎么这么想啊？因为我实在是太幸福了，幸福的让我觉得有点心慌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这幸福什么时候轮到我头上了？芝芝，首先呢，我们是真实存在的，我的爱也是真实存在的。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这么多磨难，你有资格拥有这份幸福。你看得到幸福，也摸得到。芝芝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杀青了也不许不爱我。放心吧，杀青了我也爱你。选择没那么难，都是温温暖暖的零零散散的期盼，没那么难，做个决定没那么难，无非日日夜夜的也平平淡淡的勇敢，人们犹犹豫豫错过了许多圆满，总是不知所措，匆匆忙忙却心烦意乱，其实没那么难，一个微笑真的没那么难，不知不觉中我们总会把眼泪擦干，其实没那么难，一个承诺真的没那么难，曾经的遗憾又怎么会代表如今，其实没那么难，一个拥抱真的没那么难，我们的时光原来不值得与孤单纠缠，其实没那么难，受伤会聚散都是生命里最好的片段。